所以，我可能这样说吧，就是什么汉传的祖师，把经典的内容诠释得非常好。那藏传的祖师，把这些经典，包括一些论的纲要，也写好了一个仪轨，或是一个论述，让后面的人也很方便。那法都没有错，人的问题。你千万不要因为他是用藏传佛教，我修汉传佛教，然后你就有一个个人的偏见去肯定他是对还是错，这个是叫台湾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怪米，这个叫因为这个人他的累世的因缘，当然包括他的习性等等烦恼业力，一个业力很重的，你整个再浅的他也听不懂。所以，但对我们来讲，一切都是佛陀所说的，可以自利或利他的。只是就算修这个法，你是偏自利还利他？有些人把阿弥陀佛当自利用的，我念了几遍，我念得很专心。你只要听他这样讲，就知道他是自利的，因为他念得很细，念得很专心，念到什么感应，然后他讲来讲去还是自利的，那是一个真正的大乘行者，哇！我想到众生苦啊，我为他们念阿弥陀佛啊，我希望他们呢，个个都得到佛的加持啊。那可能这个叫大乘，他完全用悲心在念就好了。可能会散乱，但是他很慈悲，所以当然也有人把念佛变成很激进啊，一心念佛，要念成片片的、不间断的，那弄到后来就很严谨，变成说很难得有几个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，除非你要念到一心不乱，所以就赶快闭关念个几万遍啊，如何如何？那以我个人的看法，我都觉得，如果讲大乘佛教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众生，可以啊。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气啊，这个习气不是光这一辈子可以改变的。你过去是怎么修的？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样工作的？你这个习气在身上，你这个末法要去改变，很困难，很困难。除非你有。啊，破釜沉舟，这种决心，而且啊，你还有很严厉的善知识，或者这些良师益友，大家互相帮助，不然你要突破自己的框框，有一点困难啊。但是话又讲回来，就像那些隐格星。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观众，所以他想尽办法要配合观众的需要，不然他不能存在，乃至收入增加。那我则认为大乘，真正的大乘是应该如此，因为以利众生为主。当然我们，所以他们的私底下的生活、外表、言谈都很重要。就像那一位，有一位女歌星，我跟她好几次坐同一个飞机，蔡依林还是蔡什么的，是吗？我也有在飞机上好好观察，她真的很认真，所以她也是跟她秘书坐在那边，她很认真的在那边问这个什么事情，那个什么怎么样，包括对她的外表、对内容，她没有在睡觉，因为这个我们叫敬业吧，敬业啊，当然跟他的市场也有关系。所以我这样看，所以为什么很多歌星都退了，他还没退，对吧？因为他这一点，他抓得很紧。当然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啊，但至少看得出来，他这个过程很认真啊。但同样，我们出家人到了飞机，也可以打瞌睡，也可以念经了，就两种人很平静啊。所以，
大乘佛教讲心绪，就是你的念头必须保持在一个不间断的。以我目前的阶段，我比较崇仰不间断的慈悲啊。那为了要不间断的慈悲，达到不间断的慈悲，当然你要有不间断的福利的加持，叫发菩提心，更要有不间断的空性，不然我们的悲心会污损掉。这里面有爱染执着我执，你没有办法表现慈悲的力量。所以当然有些从智慧门，有些从悲慈悲门啊，有些从信心门，因为经典有这样说，从信心门的念佛，从悲门的修慈悲，从理智上的研究经论，但是最后看谁能够看到那一点，那可能就是我们讲妙法莲华经是要经王，谁能够看到那一点啊？那妙法莲华经的精髓叫普门品，那就是慈悲就对了。各种这种不要对方修啊，观音菩萨说你只要念我名字，意念我乃至拜我，一切满愿啊。因为这个末法你要求对方修啊，已经没办法了。这个不要说我们出这个在家的出家人都没办法了，因为这个末法很难，众说纷纭嘛。所以如何修道，在藏传佛教才有这个叫见闻得解脱。你所做的一切是完全可以回向布施，叫回施给众生的，可以让众生不修，只要信乃至接触，就像阿弥陀佛，你只要信就可以。所以当然讲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每个人都尽力就好了，累积自己为利益众生的、为回向众生的各种福报、善业、资粮啊，从智慧也好，从修行也好，从闭关也好，都可以。你只要一直意念的我这么做，是可以利益众生的，一直在净化这个世界。就像一棵树待在那边，就可以净化空气。那我想这个是关键。那如果你要说哪一个法门好或不好、高低，那还要看个人累世的因缘力，我们也叫善因力，看你种了这些善根吗？所以我想我们这一群人至少应该是跟藏传佛教，甚至过去都做过藏传的出家人，所以我们自然会有这个因缘。再来也一定跟感谢仁波切累世有很深的缘，所以自然大家有共聚会，而且愿意虔诚相信听闻的因缘啊。所以这个可能是超越藏传或者超越汉传，那只是一个人跟人的心的因缘吧。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，我想站在一个真正的菩萨道，大概没有一个众生跟我们没有缘啊。哪一天你只要用一个正确的心，天主教在做弥撒，基督教在唱诵，我们都很认真就好了。希望他们升天，希望他们现在快乐，希望痛苦的赶快离开痛苦。所以我则认为说，念佛三昧是你把最坏的人都当作阿弥陀佛，尊敬他，这样就好了。包括现在报纸上有这么多媒体人物、政治人物、候选人，你用一个没有分别心，看到他的名字、看到他的形象，就赶快为他念佛、为他祈愿，那我们就可以。但是如果你不关心这个，那利他的功德就少了一点点，就会比较没福报啊。因为虽然福报不是就近的，但是没有福报就没办法圆满去利益众生的事业吧啊。那如何让自己一直有很多方面的福报，
所以包括各位住在这边几天，我都会去问这个土地多大，建起来多少钱，那个电梯多少钱，我都会一直去想，有机会，从头到尾看一遍，了解，可以学习的部分要学，甚至直下承担是说，你要把这个地方就当作是你的道场，是你要负责关心的地方啊。那你从这里面可以学到很多，这是我的习惯，因为我到每一个人事物的地方，我都会去了解。这个就是我们修大乘佛教，就很喜欢关心嘛。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不关心，什么东西都要参与，因为世界跟众生跟我是一体的，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见，所以我要保持这样子的念头去关怀他。好，所以各位现在请自由发言，讲话也是艺术呢，也是修行呢。我的认为，当然各位你好好想，你等一下赶快举手，因为你们不讲话。人要懂得暴露自己的缺点，让别人加持你，千万不要为了覆盖自己的缺点，然后让你没有进步的空间啊！因为我们是为了成佛，乃至在小乘佛教是为了解脱，也要结魔菩萨，互相告诉对方自己哪里会离开解脱，或者哪里如不如法。当然我们既然讲大乘佛教是以悲心来互相关怀，就像你说，哎呀，我得癌症了，希望大家加持我，我的妈妈生病了，感谢大家回向，反正大家执心是道场的，所以如果你也可以经常问问别人的意见，对自己的修行会很有帮助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爱自尊太强，面子太强，这也是一个很坏的习气，这个就是个我执，这个就是个慢，就对你就很糟糕。那你会发觉年纪过去了，在五年在十年，我们下回还是聚会，对方还是对方，只是老了一点。我常讲这句话，他在各种方面并没有提升啊，那这就有一点浪费啊。而且我也特别，我们慈悲置业啊，很多道场里面都放了什么堕胎胎儿啊、动物亡灵啊，撑不住了就撑不住啊，他会觉得左边也病，右边也病，所以睡不着，因为撑不住。当然撑不住有两种，发心不够，再来业障重，再来那个地方因缘不好，有可能啊。就像我们最近屏东动物超度道场，我这个严重了啊。就我本来就说那个地方真的不容易，这个动物啊杀了那么多，然后要在那边发心呢，要严谨啊，不然就会有问题。所以前一阵子还说有很多鬼王在那边，他们问我，我说我没看见，但是我承认，但是对修行人一定有帮助，但是要有自己的悲心跟佛力的加持。那我想不是那一边，而是我认为每个地方都一样，就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不是跟他对立，而是用一种悲心。所以我老实说，像刚刚我希望他们拿个米水在我身边，因为我有时候在听课也要在上课，我就会突然身上有一些抽痛，也不会严重，但是如果当然在私底下我会谢谢排位，但上课不行，我就拿个米然后跟他念一念，然后跟他沟通，然后呢法会的功德融入给他，跟他观想佛像，